大家好，好開心啦！今日有呢個機會喺度同大家見面。其實今日好簡單嘅啫，就係做一個分享啦，你可以話。咁啊，個題目係關於香港文學嘅。咁啊，除咗香港文學之外咧，亦都介紹少少自己啦。嗱，雖然頭先梁麗芳教授已經即係入咗講過，但我假設即係可能在座好多位都未必對我有好多嘅認識，亦都未必有機會讀過我嘅書啦。咁所以可能都需要即係略咁介紹下自己。咁當然介紹自己唔係話覺得自己好重要，但既然我喺度，咁又作為點講咧？即係作為一個香港文學嘅人版咧。係嘛？即係你話香港文學係咩啊？點㗎咁樣？即係咁咯，即係有個版體下。當然我唔可以話我呢個人版係即係好有代表性，即係個個都係咁。即係我係其中之一，你可以講。咁但係都有啲嘢即係參考下。咁所以咧就係啦，從邊度講起咧？我曾經都有教一個叫《香港文學欣賞》嘅課，即除了靠創作之外，因為咧，即其實喺香港咧，從事文學創作咧，係揾唔到錢嘅，絕對係揾唔到。咁啊，既然揾唔到錢啦，咁都要生存啦，咁就唯有做一啲相關嘅嘢啦。咁歷來好多作家用各種方法去生存嘅。咁啊，我哋都可能聽聞過前輩劉以卓先生，係咪？佢係靠寫稿，咁咧就日寫萬字嘅話，係寫啲咩啊？色情小説佢寫過，武俠小説或者總之任何呢啲報紙上面嘅連載啦，嗰啲要一日生產好多個專欄出嚟，先至能夠咧賺到啲錢咧去生。咁但係咧，佢話喺呢個之餘咧，就盡量即係留一啲時間俾自己咧。去寫一啲娛樂自己嘅嘢啦，所以咧嗰啲專欄咧連載咧就係娛樂他人，然後留翻少少時間咧就寫啲自己覺得係文學嘅，自己覺得有水準嘅，就愛嚟娛樂自己。咁其他嗰種作家咧亦都有其他辦法啦，一啲可能要做其他兼職啊，啲嘢教學啊咁樣。咁所以咧我都難免啦，我都要教啲書嘅。咁曾經咧就喺中文大學咧都教過十幾年，咁咧就係開一個叫香港文學欣賞嘅課。咁咧就每次咧我都要同學生講嘅，第一堂咧，咁啲人嚟，其實啲人係可以 drop 噶嘛，因為佢停咗咧，第一個禮拜咧係嚟睇下你即係對唔對版咁樣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哇第一集好悶啦，第二好多功課啦。嗰啲要求好高啦，嗰啲咁樣咧就即刻滿曬人啦。咁所以第一堂都好關鍵嘅。咁當然我話俾你聽咧，我科咧唔係好多功課啫，交兩篇啫嘛咁樣。仲有喎，唔使考試噶咁樣，淨係做功課。咁咧仲有喎，派個書目俾佢啦，就話俾佢聽，呢啲上面唔使驚啊，全部都係短篇小説。然後再話，除咗呢啲短篇之外，你係唔使一定睇課外參考資料㗎咁樣。咁大家好開心啦，覺得課都得過嘅應該係。咁當然啦，即係唔係 hea 教嘅，即係求其啦。咁我就即係首先要講呢個概念，就係香港文學其實做咩㗎？其實冇人知道，即係其實讀咩香港文學咧係嘛？咁我就話呢科咧好抵嘅其實。我哋讀一科咧，就學三樣嘢。嗱點咧？即係好似去食嗰啲燒鴨咁咧。頭先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咧請我食飯啦，都係有燒鴨啦。咁我燒鴨點食咧？點皮嗰啲啊，點皮鴨咧係一鴨三食噶嘛，係咪？點皮包住就食一樣啦。跟住就切咗啲肉碎啦，咁啊肉鬆咁又包。生菜又一食啦，然後再嗰啲其他啲骨啊嗰啲又滾一滾湯嘅一個啦咁樣，所以一味餸咧整出三味出嚟喎。咁我話我哋香港文學都一樣啫。你嚟到呢個課上面咧，你將會得到三樣嘢。第一就係你可以通過呢個課去認識香港。其實唔係個個住喺香港
都知道香港係點，係咪？當然你有個實際體驗啦，啊，你有啲經歷香港嘅嘢，係咪？但你有體驗唔代表你認得好清啊，好了解，係咪？又或者你只係有一種習慣嘅角度嚟講咧，咁所以我哋可以轉一轉喎，係咪？我哋試下從文學作品裏邊去睇香港啦。你啲作家通常都係怪人嚟啦，寫出嚟嘅香港好可能同我哋平時見到香港係唔同樣嘅喎，咁啊，咁點解會咁咧？係咪？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可以試下睇啲角度，即係要帶啲唔同嘅眼鏡，即係一個唔同嘅觀看嘅輔助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話你哋做呢科咧，希望可以幫你認識香港，一個唔同嘅對香港。好啦，第二個好處係咩？第二個咧就係你做完呢科之後咧，你亦都一定程度上咧唔係全面啊，一定程度上可以認識文學。因為我教嗰科咧，其實係一個通識。咩係通識啊？即係修嗰科嘅人咧，佢本科主修咧唔係中文，唔係文學。啊，佢可能係理科生，啊，醫科嘅又有啦。不過醫科最衰啊，醫科啲因為好忙咧，成日唔嚟上堂，成日缺曬席，跟住又話我要去實習咁樣，咁大把理由咁樣咧，又要你俾分佢。所以我唔中意收醫學生。跟住咧，仲有其他啲啦。啊，咩科都有，其實心理學啊、英文系啊、歷史啊，諸如此類啦。咁啊，因為通識啊嘛，其實大學係個個都要收一啲呢個 general education 啊，咁啊唔同人，咁啊好大部分真係未讀過文學，即係中學時代未讀過。第一次行嗰個課室度話讀文學，咁其實讀文學做乜咧？咁咩嚟嘅咧？咁都唔知嘅。咁所以我話睇香港文學，即係睇我呢個課程，你都一定要想知一啲咩叫文學。點解呢？因為香港文學咧有特徵嘅喎，就係香港文學咧，除咗好本土之外咧，亦都好世界性。香港咧係特別喺戰後一段時間，好長時間，去到70年代、80年代咁咧，都係兩岸三地裏邊咧最文化上最開放嘅一個地方。喺香港當時嘅年輕人成長中嘅作家，濟西啊、雅思啲可能大家聽過啦，比較出名。佢哋咧係接受的文學教育是很闊，除了看中文的東西之外，看五四時代的東西之外，他們同時期是在看西方世界上面其他的文學作品，而且不是以前的時代的，不是古代的，是同時代的。我們知道戰後開始在世界上出現這個拉丁美洲、南美洲的一個新的文學的風潮，出了很多很重要的作家，被統稱為啲魔幻寫實主義嘅作家。咁其中最著名咧就一位叫馬夫斯，就係哥倫比亞嘅作家，喺1982年就攞到呢個諾貝爾文學獎。咁咧，佢哋呢啲香港作家，佢哋已經喺馬夫斯初出作品嘅時候就已經睇咗，睇英文版，係嘛？嗱，然後仲做一啲翻譯啊、推介啊咁樣樣。然後受到啲世界文學思潮影響咧，亦都即刻自己嘅創作咧反映到出嚟。咁所以我話：，你讀一次香港文學，基本上即係等於你識曬現當代文學世界性嘅思潮究竟係點樣。所以話呢個第二個好處咧，就係讀香港文學可以幫你知道咩叫文學，至少有個概念啦。大概之後大家有興趣再繼續讀都得。好啦，到最尾先至係識得香港文學，呢個係第三樣嘢，係咪？我哋知道香港，知道文學，我哋都知道一樣嘢叫做香港文學。咁當然啦，一個課程其實係冇可能涵蓋所有嘅嘢啦，或者全面咁講曬啦。咁所以咧都係做一個入門咁樣樣啦，知道下大概有啲咩香港嘅作家，自己如果想再睇落去嘅時候，有啲咩嘅途徑啊，有咩連結啊，可以即係繼續延伸落去啊咁樣樣。咁所以咧，這個即係一鴨三食嘅方式咧，通常都好收效嘅。咁第二堂咧都繼續都幾多人嘅，就算有人走咗，都會有人填翻入嚟啦。咁啊，所以次次咧都係full嘅。咁當然咧，慢慢敷下咧，啲人就會有少部分咧就比較懶惰啦。咁啊，可能課堂亦都有啲走堂嘅情況啦。所以我都唔想講到話我好走。好啦，咁啊，跟住講翻香港文學問題。
我即係自己都叫香港文學嘅一部分啦。咁啊，常常都會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啦，有啲初相識嘅，咁咧就問你：，誒，你做咩㗎？咁樣我話：，我啊作家咯。係咩？作咩啊？咁寫小説咯。係咩？寫咩小説啊？咁武俠啊，定係科幻啊？咁樣。跟住我就答唔到佢啦。跟住我就會即係好似而家咁啦，就話文學類嘅小説咯咁樣。咁然後咧就會出現一個問號噶啦，啊就係即係咩啊咁樣。即係如果你話俾聽，我寫偵探小説嘅好易明嘅，知你做乜。你話聽寫愛情小説都好，都好易明。你話聽我創作文學㗎咁樣，咁呢個真係好難明。咁呢個係第一個經常遇到，而且即係有啲尷尬。咁啊，連帶有另一個問題喎，跟住對方有可能就會問啦：啊，香港有文學嘅咩？咁啊，呢下嘢咧又係好難答啦。即係幾乎係要好似今日咁開一個講座去答嘅。咁你即係同朋友啊咁樣交往之間點答咧？咁樣？咁唔答就即係唯有敷衍啦，係咪？之後有嘅咁樣，即係好無奈。但係好似會諗嘅，即係呢個問題咧，其實都有啲奇怪，係嘛？譬如話，就算我哋乜嘢文學都唔識啦，但係譬如話我哋遇到一個日本人，咁佢話佢搞文學，你絕對唔會問佢：，日本有文學嘅咩？唔會㗎，你唔識都好啊，你都肯定日本係文學噶嘛。係咪唔會問呢個問題？美國啊、英國任何國家都唔會問啊，唔會問英國有文學嘅咩？唔會問中國有文學嘅咩？一定有啊嘛，即係我哋假設啦，至少係咪？好似覺得文學咧係符合呢啲即係點講叫大型嘅傳統嘅悠久嘅文化，而香港呢少少嘅地方咧就應該唔會有㗎啦，係咪？文學好似係啲勁嘢嚟㗎喎，咁樣啊應該唔會係香港嘢啩咁樣，所以咧好無奈嚇。呢啲問題都好難答，咁啊今日其實我都肯定答唔到噶啦，不過即係試即係分享一下啦，等大家都有啲嘢咁樣樣啊，咁又或者在座亦都有朋友有自己嘅睇法啦，或者已經深知道即係文學啊、香港文學呢啲都未定，咁啊大家作一個交流同解釋。咁啊點解我哋睇唔到香港有文學咧？好多因素，啊我想講咧，可能有啲古拉加嘅事。咁咧就而家咧我嚟到温哥華啦，見到呢、這個即係春天啦，應該嗱春天咧開花喎，係咪啊？櫻花啊，有其他花咁樣樣，好靚，即係好觸目。行過咧冇人會，除非你眼有視啦，冇理由睇唔到啲咁靚嘅花嘅，係咪？咁大家都覺得即係呢啲係比較搶眼嘅東西。咁但係我哋可能冇留意到路上面可能有其他嘅嘢。其實都很重要的喎，喺個生態裏邊，但係就冇咁搶眼，唔似得啲花樹啊，各方面咁樣樣咧，係即刻吸引人嘅目光。咁咧就啲温哥華嗰個UBC 裏邊咧，個日本中心咧好靚嘛，一個日式嘅建築。咁後邊咧有個日本花園，咁我前兩日就行喺裏邊睇下啦，咁樣哇，真係幾靚喎，好似得非常之有。日本氣息的一個庭院，但是我看到裡面最令我感覺到強烈的日本庭園的氣息是哪一樣東西呢？不是櫻花喎，個亭也不是個亭，很不起眼的，你猜什麼是很不起眼的，但是很日本的，水石，那些池在下面是，不過不是水石，是啦，是啲青苔啊！哇，我一去見到個地就全部青綠色，我覺得哇，這個真係日本庭園啦！嗱，就係點解出邊見唔到啲青苔嘅地裏邊先有咧？應該係特區成立嘅培養嘅咁樣樣。但係青苔其實或多或少都喺好多地方嘅周邊啊出現，係嘛？青苔、苔藓呢啲東西，啲苔藓啊、青苔睇落咧係一啲即係好卑微嘅嘢。在地下又很不顯眼，但是呢其實
據一啲日本研究啦，日本人嘅研究咧，佢話青苔咧其實作為一個環境嘅環保空氣嘅指標咧，係有科學作用嘅喎。就係話咧，利用去研究啲青苔裏邊吸收咗啲咩成分，就去知道嗰個地區個空氣裏邊嘅各種成分嘅比例啊，嗰啲咁樣樣。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咧知道嗰個污染嘅程度。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咁唔起眼嘅少少嘅東西咧，佢係喺度咧個生態裏邊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如果大家想去睇青苔咧，日本有個地方咧好正，又唔知大家喺京都嘅市郊有一間寺院喎，叫西方寺，東西嘅西啦，芬芳嘅芳，錯嘅西方寺。咁咧西方寺咧最著名咧就係有一個青苔嘅花園，好靚好大樣，高高低低咁咧，就係最特色咧，就係個地上面全部都係青苔青色，遠望去咧真係好似一球一球嘅抹茶雪糕咁樣樣，一去到咧你就跟住好似相識咁樣樣，因為真係好靚咁樣嘅一個起伏咁樣樣，咁啲人咧，咁我去過呢個西方寺嘅時候，大家聽講好麻煩嘅，去西方寺咧佢唔係隨便飛入去。咁你咧仲要報名去抄經、抄心經，咁佢又好似唔識英文，所以唔知咩方法，咁好麻煩，咁就寫信落去咁樣啦，然後又獲得個確認，然後攞完封信，然後又唔知點去，又唔知唔方便，又要搭的士啦咁樣。跟住去到咧，我嗰時去到發現咧，哇，都幾多人去抄喎！嗱，佢一日開兩場添喎，仲日本寺院咧好多都係商業經營嘅，佢都會有啲噱頭咧去吸引大家入場去做啲嘢嘅。咁佢就即係收翻啲錢，咁啊抄經都要俾錢啦，當然係咪？咁啊去到咧就成場都有成百幾人啊咁樣樣，咁就派張紙俾你，然後即係嗰啲薄嘅，好似可以佢下邊咧有心經嗰啲字㗎啦，咁你吸上去咧攞住啲嘅科學毛筆啦，咁啊照抄啦嚇，咁大家好虔誠咁抄，抄完之後咧急急腳就交啦，咁然後就點啊？其實大家個心咧就係要去隔離嗰個青苔嘅花園嗰度去影相同埋抄。不過講到青苔，其實我意思即係話咧，我突然間有個感觸，諗起呢件事，就係香港文學好似青苔咁樣樣。其實佢喺度存在嘅，都有佢自己特別嘅價值嘅。咁但係咧就唔容易俾人睇到，可能啲各種嘅條件啦，教育啊、出版啊、文化嘅流高啊。各種嘅條件令到香港文學咧明明存在，亦都有好多優秀嘅作家作品，但係就冇乜機會被大家所認識，所以呢個係的確需要諗下點樣去克服嘅一件事。咁啊，但係我覺得青苔都冇話唔好嘅，謙少少啦，係咪？所以可能我哋話英國文學就係玫瑰嘅文學，中國文學就係牡丹文學、桃花文學。日本文學、英法文學，香港咧都有個青苔，青苔文學唔錯。好啦，咁所以咧，可能講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對文學嗰個概念咧，或者係冇概念咧，的確係即係好難應對。咁最多咧，就大家就會即刻諗起一啲流行啲嘅作品啦，係咪？可能會諗起，一定會諗起，基本上就係金庸啦、亦舒啦、係咪？李碧華啦，大家都。有睇或者亦都經常聽到啦咁樣樣，咁就諗，香港文學係咪呢啲啊咁樣？我會話係，的確係，因為文學係好闊嘅，呢啲流行嘅作品咧，一定係文學嘅一部分。我絕對唔會話呢啲唔係文學，我哋寫嗰啲先係，唔可以咁樣。流行文學嘅流行文學嘅。嘅特色同埋佢嘅意義喺裏邊，咁但係的確又真係大家淨係睇過呢啲喎，或者聽過呢啲，咁但係大家有冇睇過或者聽過劉以暢啊、西啊、雅詩啊咁樣樣咧？而家慢慢都有啦，都呢啲都變成出名，一定程度上都出名，係咪？咁啊，再落去嘅時候，嗰啲類似去到我咁樣樣咧，就已經。難啲啦，咁今日大家嚟當然就叫佢有啲興趣啦嚇，對於動態像。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咁嘅即係對立起嚟，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老嘅問題嚟噶啦，就係、是、所謂嚴肅文學呢、這個詞都幾難聽噶啦。嚴肅文學即係我呢啲啦，好嚴肅嘅人，同通俗文學又對立起嚟。有時有啲論爭嘅，每隔十年八年就論爭一番噶啦。就邊啲先係文學？有啲人就話嚴肅啲先係文學，通俗啲膚淺嘢嚟嘅咁樣，純粹消費啫咁樣。咁但係亦都有人相反嘅喎，就係嗰啲之所以成功啊，就因為佢哋係好文學嘛。你嗰啲冇人睇嘅點解係好文學咧？係咪文學寫俾人睇咁寫都冇人睇，咁你即係做鬼啊咁樣嘅？咁兩邊喺度拗，即係永無結論嘅。咁我覺得拗咩咧？其實大家即係一個文學呢個範疇裏邊係有多種嘅形態同多種嘅意義。我自己比較主張呢樣嘢，即係包容啲，係咪？事實文學呢個詞咧，都唔係千古不變啊！我哋追溯一下嘅時候咧，呢、這個詞啊，其實以前都未必係咁嘅意思。雖然呢個咁嘅詞嘅組合啦，文學呢兩個字夾埋啦，去到好早已經有㗎啦嚇，可能南北魏宋南北朝啊，世出新語裏邊有文學篇啊咁樣樣，已經有文學呢個詞。但係好顯然咧，當時用文學呢個詞咧，就唔係指我哋今日嘅呢種嘢，可能係一啲比較闊啲，就係、是、文詞、博學係咪文章嘅華彩同埋裏邊嘅學識內容，有啲咁嘅嘢，但係就唔會係好似今日咁樣，我哋講呢啲叫做藝術性嘅創作，即係唔一定，即係對唔對等？就算喺西方都係嘅喎，嗱 ，literature 呢個詞咧，都係去到十九世紀末先慢慢獲得今日嘅意義嘅喎。喺早幾百年咧，係冇人特別稱呼某啲嘢叫 literature，literature 可能只不過係一種。一種文獻啊，即係話某個範疇有啲咩 literature 㗎咁樣樣啊，咁而喺嗰啲時代咧，嗰啲經典作品咧係叫 classics 啊，嗰啲希臘嘅史詩啊、羅馬時期嗰啲嘅詩歌作品啊，嗰啲咧係稱為 classics。咁喺好長時間裏邊，喺西方大學咧啊，只有 classics 有得讀嘅，係冇 literature 呢個科。literature 呢個科係到幾時先出現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慢慢經過某啲人嘅推廣同努力咧，先建立起一個文學嘅學系同埋文學嘅科目，然後先至開始讀啲近世少少嘅作品，啊，十九世紀嘅小説啊、詩歌啊嗰啲，嗰陣時先至叫做入得呢個殿堂裏邊啦。咁所以咧，原來喺西方人都係，同喺中文世界都係。文學不是一個歷來不變的一個概念嚟嘛，係咪？以前甚至冇呢樣嘢，係到二十世紀慢慢我哋就會啊覺得帶有某種嘅意義，用某種嘅形式寫出嚟嘅就稱為文學啦咁樣樣。好啦，咁既然呢樣嘢係慢慢形成嘅話咧，我又認為呢樣嘢咧應該係一路演變嘅噃。咁所以咧我自己傾向咧就唔會。好確切咁話乜嘢係文學，而係我覺得應該開放啲，就係諗下乜嘢可以係文學，或者文學嘅可能性係點樣樣，文學可以點樣寫，可以點樣發展？呢個咧可能係一個比較上一個係開放式一啲嘅睇法。咁所以咧其實所謂從呢一個。讀香港文學裏邊咧，去認識文學呢樣嘢咧，我希望咧都係一個到底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包容性嘅觀念啦。咁啊落翻去嘅時候，好啦，咁我哋談論呢啲香港作品嘅時候，又點樣去認識到香港咧？咁啊，我知道咧上個月咧，陳國球教授咧已經喺度介紹咗佢編呢個香港文學大系嘅一啲歷程啦，係嘛？咁樣香港文學大系咧，就係第一次啊，真係完整咁樣將香港文學裏面嘅作品啊、材料咧，就分門別類咁樣咧，就做一個輯錄出嚟啊，選錄出嚟咁樣。咁啊，所以分開詩啊、小説、散文啊、風俗啊，乜乜咁樣咧，成十幾冊啦，就處理咗1919年至到1949年之間嘅香港文學材料嘅噃。咁從佢呢個咁嘅劃分咧，我哋知道香港文學即係現代文學啦，就係喺1919或者2020年代初期啦，就會開始出現。
的東西。咁呢個出現咧，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是、都同時受到當時內地嘅影響啦。就我哋知道咧，喺中國啊，就出現呢、這、一個新文學運動啦。咁啊，推行咧以白話文嚟創作咁樣樣。咁呢個思潮咧，自然亦都影響到當時嘅香港嘅一啲青年啊，可能係少部分啊，因為香港當時喺呢方面都算係比較保守啊，報章上面可能只係有啲一般嘅通俗嘅寫作啦。咁而學院裏面咧，亦都冇文學科喎，啊，中文系都好似未成立啊。20年代已經成立中文系，港大成立中文系咧，仲唔會係現代文學嗰啲中文系喎？啊，主要係集中喺古典啊呢啲嘅傳統嘅東西。咁所以現代嘅文學咧，喺香港起步咗之後咧，亦都唔係真係即刻會有認可啊有乜嘢嘢咁。咁就係有一啲年輕人咧嘗試去寫。咁咧就將前期我哋唔講太多啦，因為落去嘅時候咧，喺戰後啊，戰後咧就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發展。當然個戰後嘅狀況咧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是、有好多內地嘅文人，即係佢哋已經係一定程度嘅成熟嘅作家，咁但係因為逃避戰亂啦，或者逃避共產黨啦，咁就難來咗香港。咁呢啲嘅文人咧，當然又繼續寫作啦，係咪啊？咁佢繼續寫作嘅時候，有啲咧就係、是、可能因為佢係難民心態啦，唔覺得香港係自己嘅長久嘅居住嘅地方，所以寫嘅嘢咧同香港冇乜關，可能係懷念翻以前啦咁樣樣啦。亦都有部分咧對香港係有好負面嘅印象，因為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商業化嘅大金主義嘅城市，所以咧亦都會寫啲寫實批判嘅作品，都好嘅。其實啊，針對香港嘅現象，寫啲批判性嘅鐵路嘅現實主義嘅作品。咁呢個係所謂從南北方南來嘅作家呢一條路線啊。咁我覺得絕對亦都接納佢應該係香港文學史嘅一部分，係咪？即係獨特嘅一部分啊。其中特別可能一個比較特別嘅一個人物就係劉以暢先生。劉以暢先生今年130歲，佢1918年出生喎。喺上海係就讀於聖約翰諾書院，即係同我住聖 John's 嗰個 college 嗰度咧係有淵源，係咪啊？真係好特別。咁啊，劉以暢先生本來係上海人，上海出生，上海成長啊。咁但係咧，佢戰後嚟到香港之後咧，當然就喺報界做嘢啦、寫稿啦咁樣樣。但慢慢咧，就變成一個非常之地道、非常之香港嘅作家。到到今日都冇人質疑呢樣嘢㗎，一定係嘛？佢寫嘅香港嘅生活啊、香港嘅現象啊，各方面咧完全係從香港嘅視角去寫，係變成最有代表性嘅香港作家。所以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唔好用嗰個人嘅背景去分，咩都可以發生，係嘛？唔同嘅背景融合。又要產生出啲新嘅事物，我哋應該咁樣去睇，咁樣會好啲。咁當然啦，除咗劉以暢之外咧，亦都有啲所謂叫做本土土生嘅，或者係土長啦嚇，即係幾歲嘅時候嚟到香港，然後就喺香港長大。咁啊，就大家好熟悉啦，譬如話西西啊、雅思啊咁樣樣。咁佢哋咧都喺60年代到70年代之間咧，就開始好活躍咁寫作。成為當時嘅即主力嘅年輕嘅作家，咁佢哋咧頭先講過啦，那個特色就係咩？就係咧喺當時候已經同世界嘅文學思潮接軌，好受到西方嘅影響，當然亦都有中國文學嘅背景啦。咁跟住咧，佢創作出一啲好有特色嘅香港特有嘅作品，咁再落去咧就80年代啦，80年代好似表面上係一個應該香港係比較富裕啦，係咪？好似話啲社會問題就唔係解決咗就抌低咗啦，因為我哋知道60、70年代之間就比較動盪，係咪？咁然後去到80年代咧，就好似社會富裕安穩啲，除咗前途談判呢一樣嘢令人擔憂之外，其他咧即係我哋嘅中學時代就係好似冇乜好大憂慮，就係對於日常生活嗰方面。咁嘅時期咧，都繼續有作家出現嘅。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鍾曉陽啦，同埋黃碧雲啦。鍾曉陽喺嗰個時候應該係幾紅啊，係咪？由開頭咧非常之文藝，
的少女出道，到後來也都慢慢變成有些流行但是又寫得很好的一個作家，足以又代表到那個時代。黃碧雲在那時出現，黃碧雲到今天都繼續創作，所以屬於那一代的出來的作者。到了我是後一點，其實是90年代的初期。我自己，我現在開始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我是因為今天在座有些很識的人感覺比較奇怪一點，有些小學、中學同學啦、阿生那些啦，我姨丈啦、阿姨啦、學生啦，都在這裡所以感覺上好像大家已經認識我了，跟住我在說自己咁啊，快快地，我89年本科畢業嘅，喺香港大學。因為我講埋呢啲咧，第一陣間就唔使問我呢個問題啦。就話你幾時開始中意寫作啊？點樣開起步啊？嗰啲咧，所以我而家講到先。咁你諗下第啲嘢啦。咁咧就其實我係咪即係細細個中學就即係哇已經好神童咁啊寫嘢啊咁樣樣咧？我就覺得一定唔係嘅，即係中意咯但喜歡的程度就是寫一些那些傷感的散文那些即是很無名頭，有一天下雨的真的很憂鬱啊樣心情鬱悶啊這樣去啊這樣啦，跟著搞搞鬱了一大輪，決定出去走走啦，走走走雨就停了，一陣清風又吹來啦，跟著不知道有些光線或者見到座教堂啊這樣突然間自己心境就開闊啊，即是類似這種中學生式的文章，即是一個普通的文章。其實就去到大學時開頭讀中文系是港大，但是呢就需要嚴中文系當時的教法比較保守，還好像中學那樣呢要我們抄一些作品特色啊那些東西，那很悶，也是一節有一個教授，我沒說哪個，堂堂都要我們抄這些作品的內容啊、特色啊、一項一個個方向抄啦，抄得幾個禮拜咧，就俾我發現咧，原來抄嗰啲嘢咧，出邊有得賣嗰一套書，係佢抄翻嚟嘅喎。當時我哋真係太天真了，其實我係好人天真，就唔去督爆，就咁就即係憤然咁樣，以後唔收佢個科就算啦。咁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唔係代表曬嚇，中文係有好優秀嘅老師，即係我舉一個例子係令我有少少唔滿啫。咁咧就另外我又試下啦，跟住試下聽下英文系啊嗰啲課，咁啊發現啲教授嘅教法完全唔同喎。嗱，咁啊著條牛仔褲啊咁樣就行入嚟啦，跟住即係講嘢好揮灑咁樣啦，唔係話要你跟住曬嘢個 textbook 或者乜嘢咁樣，完全係一個即係佢個人嘅分析，講得好生動。咁跟住我開始有啲動心啦。就是覺得不如試一下不同的東西，雖然自己沒有讀過英國文學、歐洲文學那些，但是試一下讀吧，都讀一下轉了真的了，所以後來我覺得變了主修就是英國和比較文學這一樣東西，這樣畢業。在這個過程裡面又看了很多不同的作品，所以自己都很受到刺激。人呢如果見到一些好東西都想模仿，其實到了咁上一時候就會想，哎，人家寫得這麼好，自己不知道得不得呢，即是你有這樣的心。所以到後來再接觸去讀碩士，即我89年畢業跟住讀碩士，讀碩士讀到咁上嘅時候就想試一下寫嘢。咁咧開頭呢我甚至呢就用英文寫嘅，其實變成寫篇英文嘢，咁就交俾我個professor 睇，即我好仰慕嗰個 professor， 覺得佢教得好好嗰個 professor 啦。教佢睇咧，我寫啲英文嘅創作咁樣，哇！你知唔知佢鬧到七彩？又你咁寫又唔得嘅咁樣，呢啲完全係概念化 intellectual 咁樣咁樣你要有即係真正嘅 experience 咁樣諸如此類啦，類似咁嘅嘢。咁我嗰陣時都幾傷心啊，有少少打擊咁樣。咁但係佢都講得啱嘅。咁但係其實我最主要就係話，可能係我啲英文唔好啫咁樣。咁不如我都係用翻中文寫作品。所以都未打沉嘅，好彩。咁就用中文寫嘅。咁另一個機緣咧，就係到94年啦。咁我碩士論文寫完喎，咁我交咗啦，就未通過啦。咁嗰時就要思考呢個前途問題啦。
咁都哇！畢業之後再加多五年都唔細嘅喎，要做咩工都要起步嘅咯喎，係咪啊？咁所以我要諗咧，究竟我係唔係繼續讀博士咧？其實呢個都係極大的可能嚟嘅，因為其實我本質上又幾中意做研究嗰啲嘢，嚇、啊。咁所以諗有可能咧，啊，如果讀博士邊度讀都可以，讀博士就梗係走學院嘅路線啦，係嘛？即係做教授嗰啲啦，希望。咁但係咧，又有啲唔甘心，我覺得自己都可以寫下嘢啩咁樣。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已經開始咗咧發表過一啲短篇小説，啊喺報紙上。嗱、啊，我好似訪問裏邊都有講，啊啲星島短篇。咁當時咧就九二年咧有一個星島日報，當時香港星島日報有一個文學嘅版面，叫做文藝氣象。呢、這個咧係當時咧係一個奇蹟嚟嘅，直情係啊！你有冇見過文學副刊係每日全版嘅？其他的大報啊，都最多是星期日半版嘅啫。佢咧每日副刊裏邊中間最重要嗰個位咧，全版是文學創作喎，幾犀利。咁佢刊登量當然好大啦。咁而且個編輯咧又好開明，好想咧俾啲新人去發表，即係唔係話嗰啲熟人嗰啲全部咧、哎、寫啲嘢嚟咁樣樣啦，係俾啲新人真係唔識嗰啲。咁當時咧就我就已經發了一篇在數業文學㗎啦，嗱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仲有啲嘢想寫啦，咁啊就我未知道版面嘅，我就寫同幾個同學組埋，咁大家就話喂寫下小説玩下啦咁樣樣，咁啊寫咗互相睇傾偈嗰啲咁嘅啫，係嘛？咁唔知傳下咧傳咗去雅思嗰度喎，因為雅思當時咧就喺比較文學系咧就教書，我就冇直接做過學生，我冇收過堂課，我想收嗰年咧佢休咗假。但係咧，即係後來我傳咗去，然後佢就話：，你幾個寫得幾好喎、啊，咁樣。如果有個新版面啊，不如我推薦你去啊，咁就識得個編輯。咁我幫我 fax 過去，嗰時咧有 fax 機㗎啦已經啊，咁啊 fax 過去。跟住個編輯咧又覺得：，好啊，呢班人咁樣，咁就嚟一登啦咁樣，登佢一個。咁咧結果咧就登咗出嚟，哇！其實好開心真係，點解？即係開心過而家出書，唔知點解咧，我出得太多。冇乜感受，咁咧就係當時咧，你見到，揭開個報紙，中間啊，哇！我寫一萬字嘅小説，你俾我三日連載，每日三千幾字，幾乎係佔咗個版面五分之四。今日有咩可能啊？唔好話籍籍無名啦，你幾出名啊？個編輯都唔會肯俾咁多位你啦，幾值錢啊？報紙啲位，係咪？同埋你塞咁多字落去啊，趕客噶嘛。梗係要少啲字咧，吸短佢排疏啲啊，執個圖落去咁樣樣啊，係咪？即係但係嗰陣時真係匪夷所思啦，咁做都得，我成晚係咁塞滿曬字，然後連續三日一萬字咁樣出嚟，仲有啲稿費，雖然稿費好低，但係真係山大產埋又齊，因為我寫一萬字啊嘛，咁所以結果咧都有二千幾蚊啊，我記得係兩毫定兩毫半紙一個字嘅啫，我寫得多嘛。所以寫一篇有二千幾蚊喎，係咪？咁一個月有冇可能登到兩篇咧？有時班車邊去登到兩篇嘅話咧，一個月無啦啦五千幾蚊喎，係咪啊？都幾好㗎，幫補下咁樣樣。咁就有個幻想就覺得，寫作都有得搞，即係有得做。做作家應該有得做嘅嚇、如果一個月揾幾千蚊，然後再做啲兼職，萬零蚊即係一個初出嚟做嘢，九十年代。都 OK 啦，搞住先咁樣啊！我諗下，所以咧，即係唔係話市儈，但係嗰個稿費亦都有嗰個嘅鼓勵作用。因為文學界亦都歷來有一個唔係幾好，當然啦，嗰啲報刊可能自己亦都經濟窮困啦，但係亦都另一方面就係觀念上邊唔係幾好咧，就係、其實係長期咁虧待啲作者，即係覺得登稿咧係益咗你啊！俾機會你啊，即係登到應該好開心啦、啊，唔好成日同我計稿費啦、啊，或者拖稿費啦、啊，一世都唔俾你啊咁樣，啊跟住就寄幾本嘢嚟俾你就算啦、啊，即係好沮喪嘅，真係，即係對一個年輕人嚟講，真係好沮喪。但係嗰時都幾鼓勵，真係，咁所以咧就開始寫，然後講完就講翻九四年嗰度啦。咁其實九四年已經發表過一批呢啲短篇㗎啦。所以已經有少少雄心，就係、覺得自己都 OK 嘅，做一個作家。
咁既然去到呢個關口啦，交完論文要諗前途啦，咁就搏一搏啦。但係咁嗰年咧，我就即係將自己想寫嘅嘢咧，口氣寫曬出嚟，然後就一口氣咁參加咗三篇投咗去台灣參加文學獎。當時咧，台灣嘅文學獎咧係最有公信力啊，最有地位嘅文學獎。大家喺嗰度獲獎咧，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認可，而且競爭亦都好激烈。因為台灣文學獎雖然台灣有，但係佢係開放俾中港台參加，大陸嘅亦都有獲過獎嘅，全即係世界參加。咁所以競爭其實係幾強。咁其中一個好有名嘅獎，即係大家都想攞咧，就係聯合文學雜誌嘅小説新人獎。新人就係話你冇出版過自己嘅單行本，即係書嘅作品，你發表過唔緊要，但你冇出過書。咁當時我當然未出過書啦，咁我就參加。佢一個中篇獎，一個短篇獎，兩組，咁我就寫兩篇去參加。我為咗避免佢知道呢兩篇係同一個人，我揾我當時嘅女朋友，當時啊，唔係我後來嘅太太，我太太唔係都做過，我當時嘅女朋友幫我抄其中一篇。當時係94年啦，仲未打字嗰啲咁嘅嘢，要抄啊。咁咧我就用兩種筆跡，兩篇去參加。而家你仲可以，如果抄到當時11月公布94年11月嘅聯合文學雜誌咧，佢會整理翻嗰個評審過程。好均真嘅台灣真係，成個過程啲評審講咩啊，討論嘅時候嗰啲嘢咧，全部記錄落嚟。咁嗰陣時有兩篇嘛，一篇中篇，一篇短篇啊。咁咧就首先中篇嗰篇評審嗰篇叫《安卓真理：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咁後來出咗書啦。咁《安卓真理》呢個書這個小説內容就唔講啦。總之咧個寫法咧就係用一個女性嘅角度去寫。即係個敘述者無腦咧係個女子，然後喺度講佢自己嘅故事啦。咁啲評審睇喎嚇，睇睇幾乎都幾一致覺得呢篇最好啦。咁就大家喺度討論呢個女性主義啊嗰啲嘢啦，係呢個女作家寫得真係好啊咁樣嚇。好啦，咁呢個冇乜爭議啦，咁啊就投咗票就攞獎啦。然後輪到短篇組咯，咁跟住就講啦，跟住就見到我另一篇咧叫做《少年神龍》嘅啊。咁咧有位評審就話。好明顯啦，一睇就知兩篇都係來自香港，呢篇就抄過上一篇好多啦，個語言都唔同嘅，好粗糙，我唔知點解啦嚇。咁啊，即係批評咁樣樣。其他當然有人又我覺得幾好啊，其實好新穎啊咁樣。咁大家有啲爭論一下咁樣。咁結果呢篇攞唔到正獎，攞咗推薦獎，都幾有個獎。咁然後最精彩咧，其實係企條嗰一下，就係咧一企條第一咧就係話哇！原來呢個係男人寫嘅，唔係女人嚟嘅喎，即係之前安卓真理嗰篇啦。跟住有評判就話：，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啲怪嘅啦。諸如此類啦，好有趣嚇。咁咧，第二個揭曉個驚訝咧就係、是：，原來呢兩篇係同一個人寫嘅。我諗啲評判都有啲憎我，可能會見我咁樣借力玩嘅。sorry， 其實佢哋俾獎我，因為我差。唔係，我唔係想恥笑啊！即係其實佢哋好認真，亦都好有水準嘅評審。但我覺得即係一個讚揚嚟，就係呢個文學獎個公正嘅程度係咪？因為冚住曬啲嘢，真係個評審要對嗰篇好客觀，就嗰篇就去論。佢唔識你，又唔知你任何嘢，係咪咁樣去評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公信力，而且亦都令我得咗獎之後覺得就係有信心，就係話邊個得自己。我話我同年咧，同時期因為即係好大野心咯，就同時亦都投咗一個長篇小説去呢個隔離嘅聯合報長篇小説獎，都係94年。嗰、那個長篇小説咧入咗圍最後4名，不過攞唔到獎啊！咁但係都算啦，好貪心啦，都好安慰啊！覺得嗰入到圍真係都唔差啦但係我咧又即係其實都貪心啊，唔憤氣。就係、既然寫到入圍啦，咁又即係攞唔到獎就嘥，因為長篇小説用好多力噶嘛，抄都抄到手軟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嗰年翻去咧就重寫過佢，重新重組過，加啲新嘢咁整整整，
啊，就將新嘅版本咧，第二年九五年咧又再參加呢個聯合報嗰個長篇小説，又入圍喎，啊，咁咧仲有咧就係其中一位評審認得喎，啊，佢評審其他換曬，一個冇換，係邊個咧？係陳映真。陳映真認得呢篇嘢，去年參加過，今年改過嚟又嚟參加，啊，但係得，啊，我冇得過獎嘛，係咪？冇，啊，得過獎又冇揭曉嗰個係我嘛，冇人知嗰個係我㗎，係咪？亦都冇人睇過個作品嘅，其實淨係睇過上一屆嘅評審講某篇作品係點，咁所以嗰篇係冇出過街嘅，完全係一個未發表嘅東西，而且我改得好多下，雖然佢認得，但係其實個改動都好大。整個結構改曬，連個名都改埋。第一次係叫女生，第二次係叫雙生雙數嘅雙。啊，咁但係當然做過評審嘅就認得啦。咁陳映真認得，咁大家又傾啦。咁其他評審都始終覺得另一篇好啲咁樣，啊，但係陳映真咧，我要好感謝佢。啊，佢最尾出聲話呢個人咁努力，雖然有啲瑕疵啫呢啲，啊，但我見到佢。好認真，真係好想寫，因為我哋俾啲鼓勵佢啦咁樣，咁於是咧就突然間就加咗一個叫特別獎呢篇，咁所以雙生都叫做攞咗獎，咁而且攞完獎之後咧，佢哋連帶嗰個聯經報系咧就出咗呢個雙生嘅書單，咁連埋喺聯合文學嗰邊攞獎嗰兩篇，再夾一篇新嘅咧，就差唔多同時間喺1996年度咧。啊，就喺台灣出咗我頭兩本書，就係《安卓真言》同埋《雙生》。咁咧，當然啦，即係去到呢個時候就欲罷不能啦，係咪？點再話俾自己聽我唔去寫嘢咧？點再話俾自己聽我不如去讀博士啦，或者揾份第啲工啦？咁真係冇可能，係咪？點都要去馬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又繼續寫啦。咁事實上咧，即係腦海裏邊又有好多嘢想寫嘅。咁所以差唔多同時咧，啊，就已經構思同埋準備寫緊咧，即係呢個叫地圖集嘅書。啊，地圖集應該係係咪呢個？唔係，轉咗。不如我睇個中文嘅封面。誒，唔係全部圖都等佢用嘅，有啲係之前嘅。呢個地圖集咧係新版嘅，比個舊版大家睇。誒，呢個係安卓真名。就係頭先我講嘅，啊，我獎被誒呃咗評判，覺得個作者係女性嘅喎。舊嘅地圖，咦？舊嗰個喎，邊個？我冇，我冇影可能喺新嗰個啦。呢個係新版地圖集，我成個係俾大家睇。後來仲出咗 box set 添啊，幾好啊！編輯嘅真係唔錯，係啦，呢個就係書嘅正面啦。由地圖集開始，地圖集1995、1996年咁樣一路寫落去啦。啊，1997年出書，咁啊，即係完全係因應1997回歸嗰個時期啦。啊，咁啊，寫完地圖集咧，出完地圖集咧，下一本應該係左下角嗰本叫《繁星錄》嘅，啊，《Visible Cities》嗰本，咁啊，用另一種方式寫啦。然後再出嗰本咧，係上邊粉紅色嗰本叫《夢華錄》。《夢華錄》其實係之前呢個初版唔係咁嘅樣嘅，就係一個好型嘅長條型嘅紅色嘅書嚟嘅。咁話説呢個《夢華錄》咧，就係寫1998至1999年之間香港流行嘅99種事物，啊，包括啲品牌，譬如 Prada 啊、Gucci 啊。或者啲Hello Kitty 啊、My Melody 啊，或者係啲咩唇膏啊、啲新嘅品牌啊、墨水啊、啲打機嗰啲咩 Dreamcast 啊、咩 Final Fantasy 啊嗰啲嘢啦，又或者食嗰啲啦，嗰年就開始流行食日式嗰啲芝士蛋糕啊，話甜中加咁樣，甜中加，後來好多冇噶啦，唔知甜乜加咁樣啦，全部都係。嗰啲日式芝士蛋糕，咁我咧就係即係用99個當時流行嘅呢啲事物咧，每一個編一個故仔嘅，係啲男女年輕人嘅故事咁樣樣啦，啊，好短好短嘅故仔，1000字到咁上下啫，啊，咁啊點解有呢種概念咧？就係來自咧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咧，曾經
係一年咧有收中國文學之後咧，仲有收中史。咁中史當時咧就要交個論文啦，即係好奇味。咁你同學梗係做啲靜樂嗰啲啦，自亂輕衰嗰啲啦，係嘛？乜乜之治，乜乜之亂嗰啲咁嘅分析啦。咁我好憎嗰啲，覺得好無聊。中學已經讀咗咁多啦，你到大學又寫呢啲咁啊？咁我就揾第啲嘢嚟睇，亂咁抄啦，抄抄咧就睇咗一批咧關於中國古代城市嘅書。啊，特別係宋朝。宋朝咧，原來啲都市咧係好興盛，我覺得好似香港。我哋知道咧，其實唐朝之前，唐朝及之前咧係冇冇所謂都市生活呢一樣嘢。長安啊嗰啲都城咧，其實行一個叫方牆制，即係話咧成個城市咧其實係由呢啲高牆去劃成好多個方。咁你其實喺啲方之間啲路行咧係冇嘢睇嘅，兩邊係牆嚟嘅。你知道去到佢入口先入咗個方，係咪？咁你要買嘢啊，日常嗰啲咧就有啲墟市喺物特定嘅位進行嘅。咁所以咧就冇嗰啲嘅路邊嘅店鋪啊、消費啊、做生意啊，冇乜呢啲景象。呢啲景象幾時出現呢？去到宋朝先出現，開封府即係汴京北宋嘅首府。開始咧就係咁取消咗方牆制，冇嗰啲牆夾住曬，全部就係好似今日咁樣樣啦。一啲屋，然後下邊面向大街有鋪頭做生意。好啦，咁咧呢個北宋啊，俾金人滅咗之後，就遷咗去南邊啦，啊就係變成南宋。咁喺北宋汴京生活過嘅一批文人咧，就好緬懷以前嘅繁盛嘅生活。所以咧就寫咗一系列嘅呢啲記錄，其中最出名嗰本咧叫做《東京夢華錄》，係孟元老寫，啊寫得最豐富最出名。咁裏邊咧就係、除咗記錄呢個開封府嘅規模啊嗰啲咁嘅嘢之外咧，就講佢嘅吃喝玩樂啦，就好似今日嗰啲咁嘅我哋啲城市嗰啲街就咁樣啦，係咪？嗱，你睇完你真係可以知道，你想食乜嘢嘅話就去邊條街揾邊個鋪。啊乜嘅乜乜嗰啲咧，咁咧就你想買咩衫咧，做咩服飾咧，就去邊度？原來宋朝咧都有流行時裝噶啦，我睇咗資料，好得意噶。有一排咧就興著白色嘅，咁就話成個都城啲女人啊都著曬白色，哇唔知仲有鬼咁樣。有一排咧就興啲好高嘅髻喎，好奇怪，唔知高到幾多丈咁樣，扎到好高。啊，咁就好唔方便，但係咧，大家又爭相咁整呢個髮型，有啲嘅潮流風尚咧，連朝廷都睇唔慣，就曾經下過啲命令咧，要禁，即係唔準啲人搞到古靈精怪，但係冇人理佢，繼續做，即係幾正嘅其實。啊，宋朝積弱當然冇辦法啦，但係即係啲民間咧，其實係好自發、好蓬勃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東京夢華錄》就係記錄。咁我就喺大學，即係所以都即係所有經驗都有用。其實即係我後來 drop 咗中史，又 drop 咗中國文學啦。但係其實即係當時接觸嗰個嘢咧，走翻出嚟。咁啊，當時就諗，不如我模仿呢個概念啦，係嘛？用一啲消費啊、日常生活嗰啲咁嘅流行嘅事物去寫古仔，當係好似一個城市嘅記錄咁樣寫咯。咁寫下寫下咧，就寫咗呢個書。咁開頭咧，又為咗將佢變得型少少咧，嗱就用個英文名發表嘅，就叫 The Catalog。咁咧又機緣巧合咧，揾咗間設計公司幫我出版嘅。咁個老闆咧就可能有啲幻想啦嚇，就係覺得搞呢啲流行文學，即係佢以為我搞流行文學㗎。咁佢以為搞流行文學咧都有得搞喎，咁樣樣。咁就抌本咧就俾我出到喎，咁我同時出埋另外兩本，幫啲再年輕啲嘅嚇。咁咧就整呢本，然後就掉俾佢嗰啲僆啦，即係佢設計公司嗰啲手下咧玩啦，就你盡量整靚佢咁樣樣，咁啲人就哇每頁咧每個古仔都整啲唔同嘅設計咧，成本書咧係好型、好靚、好特別，但係咧係好唔容易睇嘅一本書嚟嘅。第一咧就係佢咁長喎，擺喺書局咧，擺喺台面又壓定啦。賣得兩賣，賣唔去咧又上唔到架喎，所以係好不受歡迎嘅。嗱，聽講話賣得好差，就係因為咁啦，開到咁樣。第二就係咁樣長條啦，拎住好似好有型啊！你今日都有㗎，但係你有冇 book clutch 啊？
我老婆都買一部啊 ，Book Touch 啊，正啊，啊誒叫咩啊？嗰個創始人一女仔嚟嘅，法國越南裔嘅法國人啊，好似叫 Olivia Latana 啊，佢咧就手工做 Book Touch 咧，就係話模仿啲舊書嘅封面，經典舊文學書啊嗰啲封面咧。用手工和啲布啊嗰啲咧縫製咧一個書形嘅手袋，揭開就係手袋。係好多明星有睇過啊，大家上網 search 下，應該揾到好多照片。Book Touch 啊，荷里活嗰啲女明星啊，即係係嘛，好有書卷味，當然係手袋嚟啦，唔係書嚟。咁但係即係當時都有呢個概念，就係話誒，我想即係嗰樣嘢，就係我哋呢本文學書係形嘅。啊，唔係老土嘅咁樣樣，咁啊整咯，咁樣整啊！但係嗰本書另一缺點就係，雖然都幾型啦，但係亦都帶唔到出街喎。你冇理由拎住佢㗎，係咪先？啊，咁然後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咧啲釘裝比較弱啦，一即係好睇唔好食啦，一揭開就劈咁就爛開啦。咁你揭多幾揭咧，嗰啲紙就甩曬出嚟啦。然後最致命嘅問題咩咧？就係啲設計佬嘅問題。就係中意啲字好細，全部啲字都好細咁樣。我當時未有老花，但係都已經有啲辛苦啊。稍為到而家我呢個階段咧，肯定一個字都睇唔到。佢有啲仲敢寫咧，係用黃色嚟印喎嗰啲字。哇！真係玩得好大。所以作為一個設計物咧，我諗係幾有創意嘅。但係作為一本書係失敗咁，但係即係呢個係曾經一度嘅一啲諗法咧，實驗就係話文學書可唔可以搞成？型啲啦，潮啲啦嚇！當然呢個失敗實驗咧，亦都令呢個老闆咧就係好嬲啦啊！雖然冇鬧我，但我知佢好嬲嘅啊！咁佢咧就覺得我可能揾咗佢笨啦。咁後來咧好多賣唔去嘅書咧，佢就咁燒咗佢喎。佢話幾衰啊！我問佢即係會唔會整翻啲啊？佢話好啊，佢燒咗啦咁。咁我唔好意思再追問啦。咁好彩我都 keep 咗十幾本啦，而家仲有好珍藏。我搞唔搞有啲咩文學活動嘅拍賣咯，就會攞出嚟高價，就$200咁樣。下次啲就叫高啲先，即係幫人籌下款咁樣。咁佢寫一個 catalog， 然後仲有一個光物資，下邊嗰個係用啲香港嘅動植物，啲樹木蓮樹啊咩啊咁樣咧，睇翻啲香港嘅動植物圖鑑，然後揾嗰啲動植物出嚟，再編啲人物嘅小故事咁樣。咁呢啲故事又好易睇㗎，其實又短，雖然有少少無厘頭可能嚟，因為我希望係帶出一個氣氛多過咧好完整咁樣講嘅故事，但係唔深奧好簡單。咁所以咧，我後來將呢個變成一個系列啦。哇，我咪講好啦，我變成咗一個系列叫 Vision， 呢個大概就係我寫作喺97至2000年間所做嘅事情啦。後來重出啦呢個版本2011年重新出版，就變成而家即係呢個 box 咁樣樣。咁跟住進入2000年之後咧，我就嘗試寫一啲長篇小説咯。咁所以2005年至2010年之間咧，就出咗個幾部曲咯。其實是4部曲嚟嘅原本，甚至5、6部啊，但係寫咗頭3部。第一個就叫《天空開幕》嗰個原則，喺2005年，呢部書嘅反響比較好，攞過下啲獎。大家都歡迎前年定幾年咧，咁啊港台兩地就選，主要係台灣啦，但係亦都有啲分支係選下香港，就話唔知20年應該係20年內嘅最重要長篇咁樣。咁喺香港部分就選咗《天公開文》同埋陳冠中嘅《小世》，唔係《天公二》。所以都叫做一個可為受人認可的長篇，但因為長篇真的挺長的，30萬字。咁咧，30萬字唔係最長啦。嗱，我話俾你聽，邊本最長？呢本第二部曲叫做《時間繁史雅池之光》。一睇個名字有出處啦，霍金都話係《時間簡史》嘛，係咪？我好中意霍金，其實我最近即係霍金過世之後，我寫得好幾篇，即係講翻我自己從霍金嘅即係嗰個書嘅身上邊，佢科學思想上邊得到啲咩嘢？咁當時都呢個有關係，其實就係《時間簡史》一部佢賣得好好，
千萬計的書，但係佢自嘲咧就係話呢本係史上賣得最好但係最少人睇的書，或者最少人睇得明的書。雖然佢已經盡力做到簡約同埋明白，其實我覺得語言上已經做得好好，但係有時科學嘢真係有啲，尤其是嗰啲理論物理學咧，就真係幾深奧。我都睇明嘅，其實我唔敢話。但我咧就唔驚嘅，我睇書咧係採取一種咧讀乜書都當係文學咁讀嘅心態，就冇所謂明唔明嘅，自己加啲嘢落去咯，明咪自己閲讀咪係咯咁樣樣，好自主嘅。咁所以咧就我又唔係好怕睇唔明啲嘢，但我自己諗出一個版本出嚟，就當係咁樣噶啦。所以我中意霍金個時間嘅事，咁啊，但係我又要相反，我冇理由抄佢啊嘛。咁你又揀書，我就做煩啦咁樣樣，咁啊真係好煩嘅本書就兩冊頭先嘅厚度咧，就即係咁厚嘅咯喎，總共咧係60万字。咁雖然呢部咧都仲有喎，因為係好多部曲嚟噶嘛，咁所以下一部咧就叫學習年代啦。我嘅學習咧就係啲題目越整越長啦，隔離已經有個叫物種原子半遺失重生啦，呢個仲唔夠喎。是啲舊嘢嘅上篇叫《學習年代》，即係有下篇啦咁樣樣。咁呢個又係即係後續咗個長篇。咁咧但係到呢個位咧有啲難度，就係出咗呢本之後咧，往後咧就棘住咗啦。唔知係咪即係消耗得太勁，寫太多，又或者嗰個方式去到某個位上唔到啦，個動力上唔到。咁所以有好幾年咧就停低咗。就冇寫長篇，甚至都冇乜寫小説，喺度醖釀咧，諗下。咁後來咧，狠心決定，未必嗱，我未講到話永遠唔寫佢個後續嘅部分，因為其實我諗咗，其實我寫咗幾次啲嘅，後續嘅部分寫咗10几万字啊，20万字唔得，諗咗兩個樣，試咗幾次都唔得。咁所以咧，有一日我話俾自己聽咧，唔好揀嚟做嘢，抌低佢先啦。至少話俾自己聽，唔寫都冇所謂，唔使寫咧，係嘛？雖然未完啫，但唔想唔寫咯咁樣樣。我寫第啲嘢啊，咁啊得唔得先？話俾自己聽咁樣樣，因為屈住咧好慘，咁所以就真係唔寫，唔理佢，掉低曬。咁慢慢玩咧，個狀態又好翻啲喎，好翻啲咧，咁啊可以寫啲嘢啦。咁所以前年咧就做呢個叫做心，對我嚟講算係短嘅書嚟噶啦。有零萬字啫，咁啊心，心嘅寫法完全唔同。之前咧係啲外在嘅，其實係包含好多社會性啊、歷史啊，甚至少少政治啊。但係到呢本咧，我希望俾自己一啲轉彎嘅地方，我就寫一啲好內在、好內心咁樣嘅，咁所以就心叫做。咁咧再接續落嚟咧，不過學習都係講到啊。搞搞下咧，有幾部就出現啦，又連住相關咧，又出個神。呢個神咧唔係 God， 而係中國人講嗰種神 spirit 或者嗰個氣嗰種嘢，係嘛？形神咁樣樣啊，呢個神都係一個比較內在嘅探索書，探索到呢度。咁啊，其實新一本都出緊嚟，舊年寫，而家出緊，喺6月會出中文書。呢個咧係點講？即我用了鍾曉陽的一個書名叫做《愛妻》，鍾曉陽有一部有一篇啦，有一篇小説叫做《愛妻》。咁我咧就即從嗰度出發，就基本上個概念有啲似，但係當然編咗一新嘅嘢出嚟，咁個書叫做《愛妻》。咁啊，往咗後來都有第啲寫作嘅計劃嘅，所以暫時都好似屋企。咁咧，如果係話喺英文方面咧，我哋見到有啲翻譯啦，咁所以咧呢個係2012年嘅時候地圖集嘅翻譯啦，係哥倫比亞出版社搭嘅，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呢個咧係舊年出嘅，7月嘅時候，一個係 Penguin China 中國個支部就出咧一系列嘅書，就係話去紀念啦。呢個回歸20周年咁樣，就揾啲人寫咁樣，咁結果出咗7本書出嚟喎，係咁啊！我係其中一本啦，咁其他嗰啲都係用英文寫嘅，有5本都係非虛構嘅，係啲 P
評論性嘅嘢，而且嗰五本咧都係西人寫的，喺香港住緊或者係生活過或者對香港有研究嘅西人有五本，幾乎就五本都係批判，五本都係批判，嗱、啊，所以咧贈慶其實唔係慶回歸，係贈慶翻五本都係批判，即係香港喺呢個時期近年發生嘅狀態批判性。有一本咧係一個好出名嘅用英語寫作嘅香港作家，叫鼠師，啊許素世，佢自己中名。咁佢咧喺香港成長嘅，但係佢係印尼華僑嘅父母，啊咁佢一路喺香港成長，年紀大過一橛啦，而家六十幾歲啦。啊喺香港成長，然後再美國讀書，然後再之後來來回回，有時住香港，有時喺美國生活咁樣。咁佢自定位為一個國際性嘅作家，但係有香港嘅。嘅 roots 咁樣啦，啊，咁佢就有一本叫《Dear Hong Kong》，啊，佢《Dear Hong Kong》係自傳嚟，都值得睇㗎。你真係會睇到某一代嘅成長，佢點樣睇香港呢樣嘢，尤其是一個比較西化嘅出嚟嘅香港人嘅時候。咁，啊，《Dear Hong Kong》咧，佢係話模仿一種叫分手信，喺英文有一種叫《Dear John Letter》，就係分手信㗎。咁《Dear Hong Kong》咧就係同呢個 Hong Kong 呢個男人分手，因為已經對佢。好細期望啦，已經冇幻想啦，咪先低落嚟。咁成個係咧就呢一本係翻譯書。咁呢啲咩嚟嘅咧？其實就喺頭先我講嗰個夢華錄裏邊攞出嚟嘅，即係嗰啲九十九個流行嘅事物嗰啲小故事，選咗23個啊，譯咗然後放喺呢度。咁我咧就將佢扭一扭啦個名嚇，就唔叫粵短嗰個比較硬嘅名啦，啊叫 Cantonese Love Stories。咁少呃人嘅，不過其實咧，我以為叫 Love Stories 會好賣啲咯，點知編輯即刻反映話：，聽講話 Love Stories 係賣得最差㗎咁啊！咁我就諗，咁又點啫？咁我都唔係諗住好賣㗎啦，咁啊，照樣叫 Love Stories 啦，咁啊，其實有意思嘅，因為咧，其中一個港督啊，金文泰啊，港督金文泰咧，其實第一次初期嚟香港係年輕嘅時候啦。佢咧喺劍橋嘅牛津啊，係是哪一間？是哪一間啊？係嗰啲明大學啦，讀 classics 嘅，其實佢係一個幾文學、幾有文學氣質嘅男子啦嚇。咁佢畢業之後咧，就去加入咗呢、這個咩部門我唔知道嚇，總之係派去殖民地嗰個工作嗰度啦。咁佢就派咗嚟香港。咁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因為佢中意文學啦，又語言天分好高啦，即刻就學廣東話啦。然後又聽到當時咧好流行嘅一種歌曲叫做粵歐喎，但係而家已經聽唔到噶啦，但係可能大家都知道有啲嘢啦。啊，而家我哋留落嚟嘅咧就多數話聽到南音啊嗰啲咁樣啦，但係粵歐咧曾經咧其實應該係最流行嘅曲種，啊喺呢個廣東嘅地區民間就係用粵語全粵語寫嘅歌曲。啊，南音其實咧當然用粵語唱。但係南音基本上個規格咧，就係七言嘅詩詞嚟，只不過喺七言前後咧，再加啲嘅和嗰啲嘅廣東話嗰啲嘢落去啫。咁但係咧，嗱粵歐咧就真係個個字都係廣東話，即係咩乜水啊嗰啲咧，全部裏面好有趣睇到粵歐真係粵歐咧係流行咗可能都二三百年啦。咁其中有一部好著名咧，就係1830幾年啦。咁咧就係一個文人咧，當時清朝文人咧叫焦子玉啦，咁佢自己創作一大堆粵歐咧，就出版咗本書，咁就叫粵歐，或者有啲人叫粵歐解心咁樣啦，啊，咁呢個就係最著名嘅版本啦。咁而當時金文泰咧就係攞到呢本書，然後覺得好正，哇，真係犀利，如獲至寶，然後就將佢翻譯成為英文，喺1905年。在英國出版就叫做 Cantonese Love Songs， 很經典的一件事。咁所以咧，我睇翻轉頭就係、是，其實因為呢個慶回歸嘛，係嘛？咁又同九七有關，咁不如追溯下啲殖民地歷史啦，咁樣就整個咁嘅 link 喺度啦。咁咧就將呢個叫 Cantonese Love Stories， 就係一個廣東，除咗係廣東話之外咧，其實即係好廣東風啊。好香港風好廣東風嘅古仔咯，所以有心意嘅其實。咁因為呢個係另一個翻譯嚇，另一個咧預告一下都，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去揾揾，就係、是、咧
頭先講嗰本《天公開物》，海許如真，咁咧就最近進行緊個翻譯成英文，將會出版。咁咧英譯嘅題目叫《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Vivi and Vera》。咁咧就一個好長嘅，係模仿啲西方以前嗰啲小説嗰啲舊小説嗰啲好長嗰啲 titles。啊，點解要咁模仿呢？因為《天公開物》海許如真嘅《天公開物》咧，其實就係明朝嘅一本科技嘅著作，係講當時嘅各種嘅科嘅農業啊、工業嘅技術啊、製作啊嗰啲嘅一個指南嘅書嚟。咁所以咧，《天公開物》呢個古風，我希望咧用翻呢個西方呢啲舊書嗰種長題目嘅古風咧，就去對應。另外呢個 Vivi and Vera 咧，就係原本嗰小説裏邊嘅兩個女主角，栩栩如真，都幾貼啊！Vivi and Vera 幾好啊，至少個題目好啲。咁將會出版啦。今次咧就係一個地方香港嘅出版社 Muse。咁啊，未必會喺你嘅書店出現，但上網應該會訂到嘅。即係呢個就係個資訊。其實好多其他香港話資訊可以講，我真係想講。我叫人嘅時候，咁你問我啦。你問我咩？你問我香港文學，想睇咩香港文學嘅話，睇啲咩好啊？咁又叫人咩？董先生其實好勤力嘅，咁我今日又抽風去咗UBC 大學嗰個珍藏部啦，就睇咗一本我哋有粵歐，我哋一本粵歐咁，我哋去咗睇咗本書，好珍貴。所以另外一樣我學到咧，原來就係咧第一課係好重要。哦，係啊，梗係啦。擺咗第二課咧，係啲學生係唔再出。OK， 我哋因為我知唔知圖書館喺9:30，所以我哋咧15分鐘嚇，大家如果有問題或者有 comment 簡短啲，咁我哋可以開始嘅。頭先提咗個咩問題話？有啲問題，如果想接觸而家嘅香港文學，睇啲咩？係請試第一個有問呢個問題咁樣。其實你可以繼續講。OK， 我問咗啦嚇。係啊，因為我知道咧，大家其實都好想知咯，因為喺呢度未必咁容易有一個渠道噶，係嘛？即其實舊少少香港文學咧，唔使我講啦，在座各位可能都其實我長大咗好多，可能已經知好多嘢，或者以前接觸過好多嘢，嗰啲唔多講啊。但係即你話近十幾年或者近幾年來，我哋想了解下香港文學個先個情景係點喎？咁樣其實可以點樣了解啊？咁今日好好嘅，我哋有網路上面嘅科技咧，可以搜索呢個嘢。所以有幾個位咧，我建議大家可以睇下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香港文學生活館嘅組織，咁咧亦都有時簡稱香港文學館。咁呢個淵源咧就係喺2009年嘅時候咧，政府就發展呢個西九龍文化區。你諗下2009年啦，搞到而家2018年都冇影，淨係個戲曲中心咧未開幕都係起有舊嘢啦，已經係嘛？其他全部冇影，我唔知做乜做咗10年啦。咁但係2009年嘅時候咧，即係紅心萬丈又話乜乜物物，咁就請三大設計師搞一大堆嘢啦。咁我哋嗰陣時咧，梗係乘機就入去設位啦。咁咧就一班文學人啦，加埋其他藝術界嘅人士咧，就組咗一個倡議小組咧，就向政府提出西九要有文學館，要將香港文學館設立喺西九龍文化區，因為文學呢個文化藝術區嘛，文學咪文化藝術嘅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咯，點會冇咗㗎？即係歷來咧，香港嘅文化藝術政策都係咁樣嘅，唔知點解咧，文學係冇份嘅，淨係表演藝術啊、古典音樂啊嗰啲先有嘅。咁所以我哋就倡議啲嘢啦。咁嗰時做咗好多功夫啊，又遊說啊，又簽名啊，又做報告啊，咁樣做研究啊，開大會啊，上埋去佢哋嘅諮詢小組嘅 present 報告啊，咁樣咩人都見過曬啦，搞咗一大輪，跟住咧得到嘅係一個好含糊嘅結果，就係西九文化區係會有文學成分嘅，即係冇文學啦。咁我哋唔理就好，你唔搞我自己搞咁樣咁我哋就好快咧，就一班人成立咗叫香港文學生活館。咁咧呢個真正咧係有會址嘅，有所謂館址其實就係一個細單位做啲活動同埋有個 office 喺度嘅啫。咁咧由開頭請一個員工，到4年後成立咗4年啦，今日請6個員工。
而且咧每年咧辦嘅活動即係十幾至二十個啊，咁咧就資金邊度嚟啊？同唔同嘅組織合作，或者向唔同嘅單位申請錢？有時藝術發展局、馬會、何鴻藝家族基金會呢啲，我哋俾 proposal 佢。因為其實做咗有往績咧，呢啲基金咧係會信任你，咁就批錢。所以而家去到個規模咧，應該咧就已經超過咗一個小型藝團啦，邁向一個中型藝團嘅規模，每年至少幾百萬嘅營運費。咁啊，做大量嘅活動，文學推廣，唔係淨喺我哋嘅會場嗰度做，周圍做，全香港咁做。文學散步啊，創作啊，即係寫作嘅活動啊，咁樣。咁咧，所以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嘅話咧，上網 search 就得噶啦。香港文學館或者香港文學生活館有個網站啦，有 Facebook 啦，係咪？裏邊有張 link 咧，你就會睇到發生緊咩事，係好熱鬧啊，好活躍，而且搞呢樣嘢嘅好多年輕人參加。這個我係比較樂觀，就係我唔敢講話而家年輕人睇書人數多咗好多，但係如果年輕人當中對文學有興趣嘅人咧，活躍咗好多，好多走出嚟參加活動。自己都會試下寫嘢，寫詩當然最多人寫啦，因為始終個香港生活條件所限，長篇小説咧係冇人寫嘅，短篇啦 OK 啦，詩最多人寫。咁所以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一個雜誌叫做《字花》，即係唔係賭錢嘅字花，係特登嘅可能係一隻字同埋花，即係字好似花個開花咁樣。《字花》呢個文學雜誌咧係好有活力，辦咗十幾年啦，我唔記得幾多屆。咁咧到到今天依然咧係好活躍，咁咧佢嘅特色咧就係開頭由一班年輕文學人夾埋去辦，但係佢哋咧幾乎咧每兩年就會換曬人噶啦，因為佢哋辦嘅時候咧就吸引咗好多其他年輕嘅文學人去幫手啦，係咪參加嘢啦、做嘢啦、投稿啦，然後就會叫佢入嚟做編輯啦，做下做下就換咗俾佢做咯，舊人就走咗啦，所以舊嗰批人由三十歲做到而家四十歲啦，佢哋唔做啦。換俾新嘅廿幾三十歲人做，所以永遠年輕嘅呢個雜誌，到了今年今期已經係換咗四五屆㗎啦。咁咧就當然每屆嘅取向啊，有自己嘅特色啦，但基本上係覺得維持一個高嘅水準。除咗紙本之外咧，有網上版啦，又搞好多活動啦。咁呢個字花咧，亦都可以留意下，就係、是、如果你想知道而家香港年輕嘅文學愛好者嘅狀態啦。另外咧就係、是最近開始嘅。如果大家其實當然未必直接睇到香港電台啦，日電視部啦，係嘛？但係咧，其實港台個 archive 上乜都有㗎啦。咁佢啲節目播完之後，網上就有得睇嘅 ，YouTube 亦都有嘅。咁最近咧又開翻啦，係第二季嘅節目。咁咧佢咧港台好有意思嘅，而家咧就辦緊一啲叫一系列叫午夜廣場。即係一二三四五啦。五個夜晚講嘢嘅廣場，午夜廣場啊！午夜廣場咧就分開五個範疇，有一晚係文學嘅，個題目叫做個節目叫做文學放得開，跟住又唔知哲學有偈傾，歷史又唔知乜乜乜咁樣啦，五個範疇啊，全部都係年輕主持人，係嗰個範疇裏邊嘅年輕但係有能力嘅人去主持，然後就請啲嘉賓上嚟傾呢啲題目，喺電視上面成個鐘頭講文學。讀書啊，聽到話啱嗰場咧，就係、是、請咗何韻詩上去講呢一個《愛麗絲夢遊仙境》或者童話書呢個題目去傾偈咁樣樣，好有趣。咁所以大家上去收睇咧，亦都一定程度可以感受到個氣氛。而家年輕人睇咩書啊，傾咩啊，點樣傾啊，咁樣樣咧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就其他就係明州啦，明州文化都幾多文學性嘅成分㗎。即係香港嗰部分喎，但係你睇唔到香港嗰本《明州》啫，你可以睇網上版《明州》。明州有曬網上版，你睇喺個 book B，book A 就講娛樂嘅，你都可以睇啦。book A 娛樂 ，book B 文化咁樣。文化裏邊咧後邊有專欄，我嗰度有一個專欄，每州嘅專欄，佢英文名嘅專欄，個名叫做《Ghost on the Shelf》，書架上的咩啦？咁係講睇書嘅，其實全部都係講睇書。咁係咯，即係時間所限，匆匆咁樣講幾點，大家可以揾下嘢，即係接觸下而家香港嘅文化氣氛。大家仲有時間先啦，仲想有啲聽眾有冇？係啊，其他都係啦，仲有幾多？
咁就難啲。英文就難啲。誒、欸，有、啊、英文咧其實都好活躍嘅。其實而家英文香港嘅英文寫作文學咧都好有發展、啊。其實歷來都有㗎啦。但我哋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都真係以前幾忽略呢一方面，就係歷來喺香港都有英語嘅作者，唔係西人喎，可能中國人嚟嘅噃。咁、啊、有比較老誒老資格嘅 Louis Ho 寫詩嘅啦。咁、啊、但係而家年輕一代越嚟越多，而家有個新星叫做 Nicholas Wong 黃玉邦，啊攞咗好多獎，國際性嘅詩獎，啱啱先喺澳洲攞咗一個，打敗唔知一百個詩人，啊佢嗰首詩攞獎。咁咧黃玉邦 Nicholas Wong 係大家好期待嘅，先廿幾歲嘅啫，啱即係畢業喺教學院兼教育書嗰度，啊咁係用英語寫詩。咁你 search 呢啲咧，你可以 search 邊個？有一個叫做查 Cha 嘅 magazine，C H A Cha 係佢做好多嘢呢、這個 magazine 啊，就係、是、浸會大學英文系嘅，即、就、係、是、一個年輕嘅教授女教授Tammy Ho 搞嘅，咁佢自己都寫詩，佢亦都好積極咁推動英語嘅寫作喺香港。佢嘅 Cha magazine 係一個 Asian 嘅英文創作嘅 magazine 啦。另外有一個叫做《星韻詩刊》中英對照嘅即係詩刊，好似叫做唔知咩 And Voices 咁樣咧。其實你去 Cha 都一定連到過去㗎啦，佢哋成日一齊或者啲搞嘢嘅人係重疊嘅嚇。有《星韻詩刊》咧，開頭係用中文搞，而家變成中英對照或者中英一齊搞。咁佢哋做好多活動咧，都會牽涉到英語嘅部分，啊香港嘅英語創作，呢個都係不容忽略。Good evening. The library will close in 20 minutes. Please check out your books and take your photocopy. Okay. 多謝你。等，我哋等有。图书馆将于20分钟或9:30关门。要借书的话，请尽快到借书处办理借书手续。谢谢您的合作。唔使客气。OK， 继续啦。我依然紧你嘅太太。哦，嗰啲係屬於短篇小説，嗱，所以我除咗啲奇怪在外，我都寫啲正宗嘅短篇，或者幾千字、一萬字有個古仔嗰啲，啊，嗰啲正宗。故事家嚟講嗰個即係街咁。係啊係。永盛街興衰史，係啊係。你港台 search 下永盛街興衰史，90年代尾咧，就港台嗰排咧，即係嗰幾年咧，成日拍啲咩寫意空間啊。改編香港文學嘅短篇故事啦，咁好多人都改編過。永盛街興衰史呢邊咧，改編過一個電視劇嘅版本啦。當時咁你主角係邊個啊？主角咧係當時未紅嘅陳豪，女主角係徐浩，未紅嘅當時陳豪，你睇下個樣幾趣，大家可以睇下嘅，有趣，唔係都演得有趣嘅，啊叫《永盛街興衰史》。改成一個電視劇就得。好，我哋時間咁，好多謝大家今次參加我哋今次嘅非常精彩嘅演講啦。咁啊，陸續以後我哋都會繼續舉辦好多關於香港嘅活動。咁其實有好多，而家你大家都會知道有好多關心香港嘅啊，無論係學院入邊或者學院外邊嘅人都好多好多關心。咁如果想多收到多啲關於香港嘅活動嘅資訊，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就係去到我哋共同香港個網站 ASI.org.hk， 咁應該就會有唔少嘅資訊。多謝大家參加，多謝董先生。